别乱动！你别碰我！别乱动，非要动手是吗？好好学，你敢碰我就杀了你！你等我喊了我，你就杀了你！好好学，你别碰我！别碰！汉爷，拉到伤口可以会儿，怎么回事你？你别碰我！你这不全好了吗？胃口还要擦药？嘘，都怪你搅局啊！你说我伤好了，小猴子能照顾我吗？胡闹！你怎能骗人家小姑娘呢？我怎么叫骗呢？恃强自夺力。 对自己喜欢的人撒一点无伤大雅的谎，那不叫骗，那叫情趣。情趣？说了你不明白，算了，你自己回屋想去吧。出去把小猴子给我叫回来。哎，不许拆穿我。我走了。啊，小猴子！ 小猴子，韩教头，怎么样了？药换好了吗？陆秋池，这瓶药谁给你买的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问你，这瓶药谁给你买的？什么药啊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啊，吵什么吵？有人买了一模一样的药给我，我必须要知道他是谁。 杭教头，你真的想知道这瓶药是谁给你的？当然，送朝臣100钱以上的礼物，就相当于是贿赂。这人明显是要陷害我，让我知道他是谁的话，绝对不会轻饶了他。你知道？我不知道。真不知道？我这个药就是自己从期货行买来的，对吧，秋池？赵清河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除了他还能是谁呀？赵清河都做那么明显了，只有这个傻子不知道。哎，你说清河呀，也真是可怜。喜欢上谁不行啊？怎么偏偏喜欢上杭教头？现在想告诉他都不行。可怜的人不止他一个呀。啊？那还有谁可怜啊？还有我。 我在林中跟你说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呀，当然记得啦。你说你来书院是为了查找追杀你的凶手，所以你才会去藏书阁。想要去调查书院护卫的名单，可是名单已经被销毁了。哎，对了，秋池，你在山寨捡到的腰佩呢？我们府上的王管家喜欢收集各种珍宝，说不定他会知道腰佩的出处。 你把那腰佩的样子告诉我，我去帮你问。腰佩丢了？丢了？那怎么办？那这条线索就断了呀。哎，对了，秋池，你不是说那晚藏书阁还有一个黑衣人吗？说不定他就是凶手啊，不然他鬼鬼祟祟的追着你干嘛呀？找到他，肯定就知道真相了。秋池，那个黑衣人长什么样子？我去帮你问。哎，再说吧，他肯定不会被轻易找到的。 那你说，书院的护卫会不会知道？或者欧阳博士、思成？啊，你说扫地的大爷会不会知道？毕竟那晚他也在藏书阁里。哎，对，这样吧，我这就去帮你问。站住！坐下。你真是长能耐了啊！你敢敷衍我岔开我的话题？ 没有，我怎么敢？我这不是想帮你吗？你要真想帮我，就认真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不知道。不是，你的心意你怎么能不知道啊？听，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呢，有什么事儿，等你伤好了再说吧。你也知道我有伤，不行，我现在就要知道。我。 又怎么了？清河约我见面，我得去找他。你见他干嘛？他好像有急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怎么天天有事儿啊？我真有事儿。不是你怎么，我怎么办？谁照顾啊？嗯。
你看，谁吃的药都在这里，你这一伸手就能够到了。实在不行，你就大喊旁边的杭教头，他听见了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啊，就这样，秋池，照顾好自己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小子，失策，我就应该等伤好了再说的。哦，哦，嘘，哦。